号富有着甜美外形以及姣好身材，曾因大吃重达3公斤的鸡肉饭，获封为女神级大胃王。日前，她在社群平台晒出了一系列美照，只见照片中的她身穿白色小背心、灰色短裙、外搭灰色长袖外套，大方露出事业线。她在捷运上开心地吃着经典台湾小吃，包括鸡排、珍奶、臭豆腐等，还配文表示自己这辈子最拿得起、放不下的就是珍奶加鸡排，开心直呼真的达到了传说中的捷运自由。美照引来大批粉丝涌入留言，大赞泡芙很美，而且身材真的超级好。然而，有不少网友质疑捷运内不是不能吃东西吗？更有粉丝担心的留言直呼在捷运上吃东西会被罚款。所有网友解释道，捷运其实是在细致的一间旅馆，室内装潢成捷运的风格，并非真的在捷运内吃东西，才让众人松了一口气。